中国跳水皇后郭晶晶即将临盆，作为豪门儿媳，其产子的消息牵动了各大媒体的神经。相传有媒体开价78.8万人民币，只为取得霍家第四代长孙的首张照片。要说有钱人真是好赚钱呐！不知大家大业的霍家对金孙的保护网是不是坚不可破呢？娱乐新天地编辑报道。